主席、各位委员同仁，本院委员林鸿慈、吴玉生、许信盈等24人，针对我国安宁照护发展迟缓，导致末期临终病患人多暂时住在急性病房，做积极性的治疗，非但造成病患的痛苦，同时浪费许多不必要的医疗资源。有鉴于此，新北市政府率先推动新北市社区安宁照护的计划，结合社区和地区的医疗资源，提供病患跟家属居家照护，使病患能安详尊严地走完这一生。故本席等提案要求卫生署应参考这个计划，并评估其成效，研议将其推动到全国各县市，并纳入健保给付中，以健全我国安宁照护的制度。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